上分离班，标志着 K1 的面试作战状态启动。每间 K1 的收据、回调、历史、校训、校园环境、师资背景、过往的面试题目、要诀等等，都按心仪的次序排列。唔该，同我背熟佢。咦，老婆，你不是报了7间8间嘅咩？呢度30间，竞争激烈，有得拣好过冇得拣。拣添吧，即系咧，实撞期嘅，见唔晒嘅。妈咪都系好心，私底下帮我哋报多几间，当买个保险，冇坏嘅。哇，老婆，你唔系首选纯心书院咩？变咗西西利亚嘅？咁两间都系好学校啫。唔系喎，纯心系龙校喺九龙，西西利亚系贵族学校喺香港，争好远喎。你都識講純心喺九龍啦，我哋住香港，人哋未必收彤彤噶。係你想彤彤入西西利亞啫係嘛？彤彤當然要係金字塔嘅尖端成長啦。媽咪教咗30年書，跟佢意思係冇壞嘅。成皮嘢學費喎。我已經同友友講咗啦，只要彤彤考到西西利亞，你再唔使俾家用我同爹哋。我去幫啦嘛。我趕住翻 Montessori 教學班。媽咪啊，即係彤彤一出世咧，我哋一家三口就住喺呢度啦。咁唔俾錢啊，唔似男人嘅。驚人哋話你入贅女婿啊？即係諗多咗。唔係，我冇諗過啊。彤彤要讀貴族學校嘅，即係冇咁大個頭就咪戴咁大頂帽啊嘛。人貴自知。咁你又娶我女？咁查實，無論我哋想彤彤入邊間學校，都要 in 咗先噶嘛。面對現實啦。考 K 1不同考 M 班，不是父母傍住入去食塊餅仔唱首歌仔就得噶。咁又係啊，考 K 1要自己一個人見老師，同埋考佢唔同評核噶。啱啊，所以一陣分離班，你負責體實，佢放心啦，媽咪，我哋一定得嘅。你自己知自己事啊，彤彤仲係咁黐身，冇可能依度 K 1噶。我又唔使咁緊張嘅，佢遲啲讀 M 班啦，遲早識獨立嘅。你貴人善忘啊，使唔使我再提提你啊？彤彤是細 B 嚟噶，到佢足稱入 M 班嘅時候 ，K1 面試期過曬噶啦。幾個月真係爭好遠嘅，大 B 識坐定定聽指令，精精靈靈咁，細 B 仲有一嚿飯，所以媽咪先咁緊張我哋啫。細 B 就輸在起跑線，所以彤彤之前先考唔到名牌 M 班，今次 K1 一戰不容有失，許勝不許敗。Understand? Yes. Yeah.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 ，See you later。考唔到名牌 N 班 ，see you later。喂，第时个女读楼下间 N 班啊，英文国际嚟嘅，几千蚊学费啊，讲到俾试骗个女读咁。咁佢以前教圣罗兰小学最 top band one 噶嘛，要求会高啲噶啦。咁唔代表佢系教育专家噶噃。咁佢退咗休之后，真系为咗彤彤上咗好多幼儿教学班噶。仲要彤彤啊，翻 N 咁多个学前班啊、拼音班啊、面试班添啊。妈咪报嗰啲系好嘢嚟噶。系好。掠水衍生產品啊！你讀書多過佢㗎，你聽佢點嘅？我做 full time mom 群啦苦啦，有佢幫我手咪好咯，唔通指認你？個女我哋噶嘛，冇留俾佢控制喎。媽咪為咗彤彤做咁多嘢，有班寄託，人都生猛曬，冇曬病痛，我哋都係想咁嘅啫。何止生猛曬，何止冇病痛啊？仲日日啄住我啊！有時我覺得我好似喺男童院咁。超靈啦你！唉，你咁大个人，妈咪讲嘅嘢唔啱听，你咪当佢唱歌啦，使乜咁认真啫？喂，话时话，西西利亚同纯心单嘢，你系咪谂住阳奉阴违噶？我个脑净系谂紧乜嘢对彤彤系最好，只要唔影响到佢健康快乐成长，妈咪想嘅我都会照做。大家咁话，心照啦。点解我哋要咁小心，尽量唔刺激佢啫？你话啦。系啦，系啦。咁我就一於聽曬你阿媽話，及住你。媽咪，彤彤起身啦！起身啦！我下嚟先。